可以丢，不可以丢它，因为它丢出去，它会很惊慌失措，然后还会吸回来。好，里面哦，好多人哦，more eat，哦，等下我们这个家好像不太妙啊。好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你现在他叫我先待在这里。好，我们把那个海盗船长叫回来了。然后呢，他要，哦，我们必须停止攻击在这个城市上。那我们必须要做什么事呢？OK，我们到底是被谁攻击啊？好像是这些海盗吗？刚刚有一个船长在我们这边哎。好，我们要该做点什么呢？好啦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出去，好像要寻找一个什么钥匙之类的。那上一集有人留言说很想看这个船长去撞墙，好，我们让他去撞墙。丢，诶，他不会撞墙诶，他会就是滑下去。好像我们这个才会撞墙，我们的 Gady 小伙伴才会撞墙，船长倒是不会撞墙，好可怜哦。好啦，那我们就。走出去喽，走走走。好，外面都是炮火，该怎么办呢？哦，我们也有船呢，好小一艘哦。好，我刚刚是不是跳上去了？刚刚猫头鹰是不是跳上去了？好像混入军队里面了。哇，就是这个坏人，哎，好多哦！哇塞，看起来很难过哦，这里一堆炮火。还有一堆敌人，诶，我出现了，只有我吗？其他的士兵呢？那士兵怎么都不见了？好，不会刚刚那艘船就是我们那艘被沉的船吧？被已经被击沉了，哇，那看来是只能靠我们的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换成用摇杆来玩，对，希望能就是比较操作会比较顺一点。不过这有一个问题，它要并用滑鼠，所以用滑鼠来用摇杆来控制滑鼠的话呢，不太顺，不太好按。对，我现在要设计的话，比较难瞄得那么准。不过我现在动来动去的话是比较快，哎，这个过不去。好，这个要怎么办？好，有一个炮弹，好，OK，把它打回去。哦，是把它打回去。应该打回去炸他吧？哎、欸，有，炸到他，好，还打不死、欸，用子弹还打不死。哎、欸，好，只是箱子。OK，好，这么多，好，也太多了吧？好，这也不太妙，我还是，哇，用这个人也打不死，哎、欸，可以、欸，可以打晕他。哇，炸到了，炸到了。你要知道怎么办？好，会爆炸，会爆炸，咚，好，炸到他了。可是那爆弹很痛啊，这爆弹打到超痛，而且只要靠近他就会受伤。然后，哦，这里还不能带人来，那个路径比较浅一点。那我们现在被发现，哦，太多了吧？吓到，一大堆，哇，好狠哦！那一大堆，诶，这个感觉可以炸掉，诶，炸掉居然没东西，我都这么辛苦的炸掉它了，好，还要让炸弹往下炸。
我觉得全部炸掉应该会有宝箱，没有，居然没有。好 ，OK， 安全。噔噔噔噔噔，哇，又封住了。这个我觉得我要先轰炸它，这样就比较好打一点。剩一个我也没办法打他哎、欸。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居然没炸到。喂，炸到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炸不到他？怎么炸不到他？哎呦呦，终于炸到了。好，开了，哎、欸，可是后面还有一个人啊。哎、欸、哦，刚他没发现，哎、欸，是不是其实他没发现的话，我就硬冲就好了。硬冲可不可以冲过去 ？OK OK， 砸到了，这好麻烦哦。走人。好，这光线不想碰到它。这怎么不碰到啊？哦，躲在这个箱子里面不会被照到。哦。现在被炸到一次就死掉了。Paste， 哎、欸，那什么 ？Paste，PSST 什么？那谁啊？谁躲在那里 ？Who's there？ 哎、欸，这个是谁？哎、欸，这是我们的士兵的一个吗？啊，海盗！啊，看到海盗吓死了。呵呵呵，快疯掉了。好，那也是一个胆小鬼呢。好，跑掉了。OK， 那这草丛里没东西，都没有一点可以让我补给的东西吗？快死掉啦！OK， 继续走。哇，上面好多海盗啊！太多人吗？好，这是什么炸弹兵？哦，不能被发现吗？这很像巡逻兵哦。哎、欸，被发现了！哇塞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！哦，那怎么办？打去撞墙。哦，被卡住了，好，好，好。哎、欸，撞墙，撞墙，哎、欸，是要往墙壁射才有效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往上射，上不去。哎、欸，有了，还是它有血量啊。好，解决了。哎、欸，那个背景好多宝箱哦，是我不能拿哎、欸，看起来好像宝箱是。没办法开。好、哦，来了来了。OK， 关起来嘞。要打 BOSS 了吗？感觉是 BOSS 战。好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里又过不去。嗯，感觉要用什么东西轰开它。嗯，上面有人哎。躲在草丛里。好，躲起来。哎、欸，感觉很像有密道，但是没有。嗯，好，上面有一个人质的感觉，我们需要去救他。哇，又被关起来了。哦，这么快？嗯？喂喂，躲起来！喂，躲起来！轻轻松松嘛。好，右边吧。哎、欸，又被封住了。为什么他都知道我在哪边？哎、欸，这不就是好像也不是要分头进行的感觉？哦呦，差点碰到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怎么办？
啊，这一定要碰到了吧？要去炸右边那个。好，我们要再让它碰一下。喂，这么远哦！哎咻！哎，不行，那炸弹我没办法把它捡起来耶，抓不起来。 哇，好痛啊！不行啊，我扎不到这边欸。嗯，那这样一推也推不了那么远，太远了吧？好吧，我们先找找看有没有别条路。好，到了左边，欸，这里还有一个人 ，Help， 我来了。 诶，可以，这打得开，打得开，耶，我救到了。这是谁呀？诶，他脚受伤了。好 ，I can't walk very well, my leg is broken. 好，但是感谢你救了我。糟糕，那是腿受伤了。好，现在好像可以抓他诶。耶，我可以抓他，然后，哦。 他会用棍子，哎呦，等下他可以集气，哇、哦，好强哦！<笑>等下他可以集气这样，好，捉蜜，哦，不可以丢，不可以丢他，<笑>因为他丢出去他会很惊慌失措，然后还会吸回来。OK， 现在不能切换人了，然后我们必须，他可以破那个吗？ 哦，这感觉可以把那个炸弹把它弹更远呢。OK， 我们去试试看。好，不管它，嗯，直接敲它，哦，敲它就晕了，好强哦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是下面那个炸弹的地方，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敲得很远，应该是可以。敲，有哎，哇，好强哦。好哎，哎，一个炸弹。 敲开了，可以敲开，很猛。好，走走走，我敲，我敲，敲错边，敲，好，敲，哇哇，我敲，哇，等下还有两颗，喂，硬冲，好，冲过来了，冲过来了，哦呦，喂，好好好，到了到了到了。 这边应该被封住的。嘿，啊，下面还有一个人 ，That's Bonada，OK， 去救他，来个集气，集气，啪，哦，好猛哦，然后他眼睛发亮了一下。OK， 我只是不小心打个瞌睡，呵呵，阿内。 是安妮吗？安妮，哦，好灵活哦，灵活的大叔哎，他会开锁吗？哎呀，哦，好强哦！那他怎么会被锁在那个笼子里面？他铁门都可以打歪，那个笼子怎么可能打不歪？太夸张了啦！ 所以我现在怎么办？不能带他走。我现在是要带着安妮，但是他会帮我开门。哎呀，有路。哎呦，好，原来是这里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是应该把他带回去啊。哎，这里好像没来过。喂，不是躲在草丛里吗？哇！ 太远了吧？什么时候被发现的？死掉哩！还有这死掉就是从一个进度再回来而已，好强哦！觉得把它打开比较快哦，超猛的。好，打完了。有陷阱，到处都是炮哎。啊，这个我可以一次解决他们。会，哎，来不及。
我集个气好了。哇，集气人猛！等他们一坨起飞过来，哇，好猛哦！好，喂，哇，集气好用。哎呦，啊呵，包围网。哎，我还是受伤了，靠太近了。啊，把右边的路炸开了，走吧。嗯，好，这么多地方哦。往右走。哎、欸，他已经在这里了、哦。他怎么这么厉害？已经比我快。好，右边的墙有四道的门呢。可以把它撞开吗？哎、欸，它有炸药，有炸药不早说，丢丢丢丢丢，哇，好多好多 ，boom， three two one， 咋掉了？他的头黑掉了，好，那个不是卡通人物才会这样吗？好、欸，我们可以继续走了。那他们好像要离开了，好吧，只能靠我们了。啊，希望他以后可以加入，因为他很强欸，等他脚好一点，所以他们应该要先回去休养一下吧。直升机，哦，现在要跟直升机对战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应该是拿这个炸他。炸的破破烂烂的了，我们要引诱在他附近，然后他就会把炸弹放在他附近，搞掉了。好，引诱他过来。哦呦呦呦，炸到自己了！哦，太多太多了吧？然后炸弹多到我有点跑不掉，好，走掉走掉了，噔噔噔 ，OK， 走人。好，下面好多飞机哦。OK， 我不想再跟飞机对战了，不过现在怎么办？我有一个按钮，好，按一下就好了。走人，走走走。好，上面又有一个按钮。嘿，先躲到右边，躲到上面。哦，接下来要怎么躲？哎、欸，呜、跑跑跑！我很怕被他的螺旋桨尬到。欸、等下他会往上，好险没有硬冲。好，冲冲冲冲冲 ！OK OK。过过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子弹，好，我没有那个厉害的女生了，不能把她打掉了。OK， 过了，哦，还有，哦，飞太快了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么多，好，这，哦，哦哦哦，救命，好，过了 ，OK OK， 哎、欸，又要。又来，好，这也要被碰一下了。哦，是这个哦。哎啊，这个我怎么办？把它打过去，哎，可以。好，走人走人。哇，那全地图追耶。走走走。哇，这么多。其实只要打一边就好了。好的，又要，又是直升机，不会还两台吧？再有几台？好，那型号不太一样，蓝色的，那是怎样？哦，那什么？哦，追踪弹，哇，这么难打？哦，
欸，这这我要引诱去撞他是不是？欸，这太难引诱了吧？撞不到啊，撞不到、啊。呜呼！哦，有欸，有欸，有欸，欸，有欸，有。就是绕在，哎呦，绕在他附近飞来飞去好了。哎，去炸他！欸，有有有，炸到炸到，哦，炸到我。飞游的有点太快。哇，一个追踪导弹。喂，欸，炸到了，炸到了，喂，好难闪哦，去炸它，喂，哦，解决了，这个导弹速度太快了，好欸。